Hello， 翠友，走，带你们去打开新世界，绝对想象不到的场面啊！史诗级巨作，带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我大哥的藏宝库，也算我们老乡啊，他是大沙过来的，离四会也比较近啊，所以就直接开车过来了。哇，这个令我吃惊啊，我都没见过这种阵势，我都没见过买了这么多石头的，下次还买不买了？不买了，不买了，走吧，那就切呗。你看哪些要切？你说也退不了了，我就建议能退退了，这种切的都不值钱。你觉得要哪个能切一切？这个确实看起来还有点肿，那要不让他剥一下皮吧，肉要细一点，挑一些出来呗，你自己想切的挑一些。我想切的我都没有，像这种都是粗粗的。冰种大理石不 BBQ 了吗？是啊，这 BBQ 了，这个就不用切也死了呀。这种苍蝇刺啊，确实心痛啊，看到一堆大理石，这都是钱啊，都是人民币啊。这个也是粗粗的，这块也是。哎，刚才有一块黄翡的，这个起码它有黄嘛，它虽然粗一点，让它剥个皮看看有没有黄。这个也切切的可以啊，你想切就拿去切了，这些就没啥用了。哇，大白肉。哎，这个还有点花呀，但做出来就是不怎么值钱就是了。挑选需要切的石头种，这个可以让它剥皮，你要弄就剥皮，但是也没什么太大用处。冰种油青，这种一个多少钱？这五六百嘛，有些上四百也有。哥，你不早点认识我，我卖一点给你，我卖一麻袋，一公斤按公斤给你称的。这个要不要切一下？这个比较粗，要切可以切，但是比较粗。它里面有一点花的，让它下个片哦。这个看看有没有手镯了，这里面有没有好的？哪里有好的？我看你视频，我已经觉得已经是没什么好了，这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。行吧，大哥走吧，踏上发财之路。太残忍了啊，我过去给他杀杀价，切这么多要便宜点，一刀五块，要不然不切。老板，哎呀，老板不在。哎，老板，大生意来了，发财了，发财了。你看大生意要不要，收不收？便宜卖，金仓大神卖，都是有种的，这有种的。对对对，这个不好。哪里不好啊？这个很好。我不对，看看有没有对的。不行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你看这个开窗这里，这个绝对可以。怎么不行？这个不绝对好。大哥，还有个黄翡的，还有个黄翡的。这个可以赌一个。你看多少嘛？我不好说，你不可以叫我怎么好卖的？不说了，一千了。五百，多少给嘛？你给嘛？你自己玩，给价有机会嘛？你看，我想给你做个生意都做不了，大哥，无能为力了，大哥。这怎么切？这个开加个片呗，看看有没有手镯了。你看多少嘛？你看多少？五百嘛？五百玩一下，这个绝对蛮欢的。这切一个牌子出来，它不大涨啊？肉是美食，对，肉很可以啊。你自己不搞啊？我不搞，这个我不好搞。五百块钱嘛，你怕啥？这个可能有点，这个绝对有的。赌呗，一百拿来玩一下。哎，一百给到了。我刚刚想说两百，五百了，便宜。一百是不值，对，一百不值了。哥卖不卖？多少卖？两百块钱吧，涨也涨不了，亏也不了多少，就是玩一下。三百了，三百。我只是说说而已，不搞、啊。不搞我搞了啊！这个扒皮，这个也扒皮，其他的你看着切，切一刀就行了。切一刀皮嘛，看看里面情况怎么样嘛。对，多少钱一刀？十块钱一刀啊！这么多，十块钱一刀，我得破产啊！哪里破产啦？五块钱了，推机推一下就行了。你自己回去推，不要钱。我哥这心情怎么不好？你不给我优惠一点？已经很优惠了，再优惠我心情也不好了。就搞那几个吧，就搞这几个是吧？我大哥都说没用了。五块钱你不推，你看我给你送生意你都不推。那切记往那边手一推一下，五块钱就到手了。我害怕呀，我挣不了钱啊，手抖啊，我这手用来赚大钱了。直接帮我免费推是吧？好，感谢老板娘，马上安排啊。嗯，好。这两个要剥皮啊、哦，这剥皮多少钱？两个八十。六十了，不说了。哎呦，我懒得跟你说了。六十八，你发我也发，好不好？那八十八，大家发。我们等一下再过来啊。OK。史诗级巨作怎么样？如何？这个场面你们见过吗？肯定没见过。那我们就静待他的发财结果啊！大哥能不能切出帝王绿？我希望能。你希望能，但是心里已经凉凉，心里已经凉凉了。哎，赌石害人啊！还玩不玩了？不玩。买排骨吃啊！啊，不如买排骨。赌石需谨慎，不如买排骨啊！哎，我这个名言可以啊，你还记得住啊？行，喝茶，喝茶。2 hours later， 走，踏上发财之路。哇，这切了一晚上啊，天都要亮了才切好啊。我们去看看能不能发财啊？大哥有没有信心？没有，没有什么信心。我给你装上这个看蛋面的针头，能不能切出个蛋面来？发财，老板，发财！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噔噔噔噔噔！哇，大白肉，凉凉了，大哥。哦，大哥、啊，春带彩，大理石，冰种乌鸡。哦，满肉大黄翡，粗粗的。老哥，200块钱卖给他，我建议直接抛光。哎，这个有种啊，设计一些小挂件，有一点点种，价值不是很高。冰种乌鸡，大哥默默的收石头啊，沉默寡言，开心一点，没事，现在不赌了，这有点伤心啊。冰种油青带乌鸡，走吧，完了完了，伤心的背影，头也不回的就走了。那这一期的话就接近尾声了啊，又啊，还是奉劝大家啊，不要玩赌石啊，赌石需谨慎，不如买排骨。下班了，拜拜。